小花，这颜色那么好看，你撕它干嘛？我想换着心情不行啊，我就给它撕了。你看，当初这个车是我给它改的，除了这个颜色，它改了好多东西。先把膜给它撕了。爽！哎呦我的妈！当初这个拉花也是我给它设计的，后边还有个老虎。哇！满满的气息。这拉花撕掉吧，不要了，到时候再给它设计一个更有赛道版的拉花。更牛一点，它两层膜，下边还有一个透明膜。啊，你们知道这六个洞是干嘛的吗？我给它准备了一个大尾翼，它这个尾翼太小了，不够招摇。我那个尾翼一装，那气场绝对拉满，可以说是屠龙战马。我操！终于下来了，不容易啊！这个膜我们已经全部撕完了，然后带你们看看改哪些东西哈。首先这个内饰，这个安全带。这个红色的好看吗？主驾它又不一样，这个是 LV 的，然后内饰啊改了个氛围灯，它是四种颜色。你看，白天你们可能看不见哈，方向盘改了一个带液晶显示屏的，你看，油温、水温什么都有，很有战斗气息。内饰大概就这些，后边我会对它进一步升级。外观呢，卡钳右边是蓝色的，这边又不一样，左边是红色的，我给它选了两个配色。接下来我会对这辆车做个整体大改造，到时候贴什么颜色改什么风格，评论区交给你们。